有鉴于警察人员疫情期间更是辛劳的来执行勤务，仙园友好美和多家企业及单位准备了1000份的快筛试剂，在本日警察节专程送往竹山分局，表示对于他们的感谢，并协助落实防疫。竹山分局非常感谢友好议员，我们张理事长，还有蓝主委，还有我们林孟丽代表，特别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呢，有想到我们警察捐赠了1000剂的快筛，让我们同仁在执勤的时候更有保障啊。能够与县议员友好来关心并协助警局做防疫，法主慈善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根源表示相当荣幸，希望借此让警察同仁健康安全更有保障。今天是警察节，特别呢也来跟友好议员一起送到呢就是快筛剂，让我们这些警察同仁在第一线防疫的工作能够做得更精准，而且防疫做得更好。仙园友好除了希望透过这1000份的快筛试剂的捐赠能够保障远警防疫安全外，也祝福辛劳的警察们警察节快乐。在这一次来讲，我们也知道这个需求，那我们也特别拜托了几个企业还联合来去协助这个快筛，那在今天我们就来透过这警察节的时候，也向警察辛苦的远警同仁大家表达敬意。还有这1000剂的快筛，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于警察同仁一些心意。我们谢谢你们，还祝福你们警察节快乐。议长何胜峰肯定活动发起的用心，在此也祝福辛劳的警察人员们节日快乐，感谢你们在职场上的认真尽责，来服务民众，维护地方治安。记者卢一凯，竹山镇采访报道。